来，各位兵，咱即马开始找咱解说。啊，咱来看一下咱郑秋平，郑秋平啊，咱郑秋平迄个山脉，迄个山脉什么山脉？有人知无？哦，中央山脉哦，中央山脉。啊，看一下咱中央山脉啊，中央山脉伊有一个上大坡迄个所在，有看下无？啊，迄上大坡迄个所在，啊，迄就是咱的海端乡哦，啊，是咱的南淮公路的起点吼。起点哦，再通个队，通个，再通个队呢，你要怎样讲啊？哦，我今日要做无好人，你来往前走路咧。好啦，我先让你看，你讲是，来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哈，我是很真哈，等我一下。安尼。可以了，早就好了。咱拄则讲的吼，恁随身的物件吼，然后落去恁大车画一下，然后随便叫落车。好来，我哩，我哩超车，我哩超车。恁的票，恁的票较大票。哎呦，哎，你录音对，快点快点，好家辉了。哎，都讲广告对啊，广告咱家的气候，咱家的气候就是热，温差正好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家的水，因为咱家灌溉用水哦，就是拢来自咱家区的较悬的山区就是中央山脉，中央山脉咱今仔在两座山，中央有一个机会啦，地上大桥，地上大桥下底咧在接住，看一下杜秋明啊，杜秋明，咱这帅哥你看咱这边哦，甲帅哥，哎呦，挥挥手者，跟我们帅哥挥挥手一下哦。有挥手的一人五块钱。选五块，等下坐迄青山迄个帅哥鸟啊！